在是5点钟，然后5点钟我还得去演唱会的总彩排，最近这几天都还挺忙的，然后反正就是忙归忙，累归累，但是整体还是挺开心的，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每次演唱会彩排的时候，我都还挺高兴的。我也只是个普通人。这首歌是一个月之前在美国写的，就是早上起来就是觉得突然就特别丧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主题，觉得说可能我会丧，那所有人都会丧。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就是我被更多人知道，那其他普通人可能只是说自己的朋友或者身边的人知道。然后其他的地方，我想了想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挺少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就生活都是差不多的。我的人生，写了一样，概括了我现在的近况，就是有时候会烦，有时候也会，不太好啊，怎么样的。但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你更要努力吧，大家都在努力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你比大家更努力才行。为自己是思想中。